我是艺术总监石佩玉，超亲密小系列是走路看戏、看戏走路的台北偶戏小旅行。超亲密小细节带观众走进街头巷尾，跟偶戏亲密接触。偶特别的地方是说，如果说是人演的戏，我们不能把人变成其他的样子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是偶戏的话，我可以就角色的需要去改变它的造型，制作一个特别的样子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享受一趟超亲密的艺术之旅。10月13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